能不能问题，如果太愚蠢太低估我的天分，我不需要跟风，不需要认真，这一类复制提升，锁定了目标，只有一种结论，相信自己才是必要抉择。在一边害怕发冷，还倒不如对未来直接提问，我的名字认不认得，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。